一只乌鸦准备去与参加一场森林里的聚会。嗯哼，然后怎样？它飞呀飞呀，飞得有些口渴了。对，好，继续。它到处找好水喝，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滴水，他只好忍着干渴继续赶路。突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装水的罐子。对，乌鸦高兴地飞了过去，罐子里的水不多，乌鸦把嘴伸进去了，也喝不到。乌鸦焦急地用身体去撞罐子，又用翅膀推罐子，可罐子又大又沉，根本推不动。这折腾了老半天，乌鸦不得不放弃了。乌鸦飞了很远，它渴得难受极了。就在这时，它想到一个办法，把石子放进罐子里，水就会升高了。想到这，乌鸦鼓足力气，又飞回了罐子旁。说干就干，乌鸦开始到处寻找石子。不一会儿，乌鸦就找来了好多的石子。罐子里的小石子已一块多了起来。对，水面慢慢的升起来了。他高兴的手无足蹈气手舞足蹈起来。这里乌鸦痛痛快快的喝了个够，又继续上路了。没有了哈，没有了。好，恭喜恭喜。